刚刚心仪已经答应我的求婚，等过些日子我把婚礼筹备好，我会再请大家来参加。讲说什么？要隔一段时间再跟我们联络，啊，是多大一段时间呐？等我们家心仪肚子大了，我跟你讲啦，你们这些有钱人儿哦，最会耍赖儿啦，我才不会相信你们儿嘞！你的怀疑呀，真是吊啊，亲家母。我看这样子好了，既然你们两个人呢情投意合啊，那我们的择日就不如撞日，我们就现在。马上，我们俩就在神明面前结婚啊！你讲对不对啊，亲家母？对，奶奶，丈母娘，你们说的也没错啦。但是，我也很想在上帝面前对心仪许下誓言。可是真的很遗憾，我昨天看了整座岛。好像没有看到教堂哎！哎呦，谁说要教堂哎？我跟你说啦哈，我们这个哈江母岛儿哈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哈江王爷庙儿，请江王爷儿哈来保佑儿。好，我们斩鸡头到庙里面斩鸡头，那个鸡儿给我拿来儿。信女陈云西施，第三个女儿陈心怡，与季纯熙奉子成婚，愿江王爷见证。好，那我典礼开始啊！哎，一拜江王爷，二拜高堂，谢谢谢家财，妈妈。哎呦！好，夫妻对拜。江王爷在上，江王爷在上，信女陈心怡，信女陈心怡，今天要嫁入季家，今天要嫁入季家，一定尽职守，一定尽职守，遵守三从四德，遵守三从四德，成为季家的好媳妇儿，成为季家的好媳妇儿。哎呀，好。恭喜啊！我季纯熙答应娶陈心怡为妻，报完毕。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这个靠生意做的，手举起来啦，两把撑住啦，来啦，你顶啊！丢啦！哎呦，你叫他快儿啊！我季纯熙答应娶陈心怡为妻，报完毕。工厂的事情，你管哟，啊！我季纯熙保证，绝对不裁掉物流六七八进工厂的任何一个员工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社长，要三思啊，那个可是具有法律效益的啊。喂，等等，等等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如果考虑过了之后，要签也是可以的。不要紧哦，你想清楚哦，你若不会，不要紧，即马搁通啊约会哦，
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啊，拍谁了？我哈带我女儿哦去那个医院了，把肚子弄干净了啦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我看呐，我先打个岳阳电话。哦，哎呀，是不是好像要叫玲玲？等一下，是。 是你爸爸老好你啦，金妈哦，你是伊的主人哦，啊，谢谢妈，来，来呀，啊，就来咩？客气啦，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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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没啦，有才二十万，这刘甜的哦，你来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快猜上，哎呦，哎呀，我觉得你好会挑哦，刚刚好哎，希望这个戒指可以快点找到它的主人。心仪，平凡没什么不好，平凡才最有力量。千万不要放弃，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爱你的王子。关心一点一滴，我都能感应。你喜欢怎样的相信？遇到双子座，可怜的社长，简直被这群乡下人的威胁屈服了。晨曦呀。啊，我把心意交给你了啦。啊，既然哦，这个哦是姜王爷哦的安排之下的婚姻哦，我想你应该哦会好好的对待我们家心意啦。啊，现在呢，婚姻也结了，事情也定了，我正式宣布，心意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季家的媳妇儿，也是合法继承人的妈妈。